身躯有道，啊，而且知影有道。所以唔知影有道，所以我比我所讲道较规范。就咱像到后面讲所讲的，咱爱世，咱爱世界观，咱的心中是咱观的世界中。咱爱真正道理，咱的心中唔通讲咱道理，咱的心中咱唔知。哦，所以性命像就是归心之定，它因为归心之定，伊破满整个的污泥。那么啥是归心之定？咱来来对，咱来慢慢啊，咱来做些报告啦，分享。达到知以知之，妙之不可求。所以，咱是讲对作些代志，咱都唔知影。哦，作些代志，咱去翻课啊，家己研究，包括一寡较老的人在讲。咱拿以一万分来讲，咱南北的多少一分？9900万。那讲以成分来讲，咱蛋白的多少一分？多少9800万？也许讲我做博士的，你讲我这边啊，哎，真正呀，含做到博士，何况咱像咱中国这个五星博士、前十四个博士含，对乌牛来讲，一百也个是千万分的一分，按大家讲乌牛话法，哎，真正。所以这个思想，这个叫第三讲，就是开悟了，讲。而且，若要用足咱的天面，用咱的头壳硬去思考，用咱的意见硬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物件、宇宙的秩序、道理也好、秩序也好、秩序也好，拄啊好是从东西门去行入太空的中间，这个门呐，含去行入太空的中间。啊，你看迄个比，咱比万比亿交千分，千分亿的时光也未算得到。空，迄个什么呐？因改变世俗上的比如，即计算数不灵，比如，你讲用世间的算数和上太大的数单位是相算的吼。所以这个一些微妙不可切，不可切，我来体会一下。为什么讲咱因咱将心不灵，一点开未出来，咱将心一个将心一点不开，所以每一个人想的拢有一个苦有心。有一个限制，像咱台湾，咱讲台湾，就是你讲一个北京，国语啊，哦，这个少年咱较老，有一个英文，哦，啊，若读英文咧，加有一个英文。咱台湾人，只若讲真正读出息的，要捌三种语言的，然后三种语言，或者四种语言的，算袂歹，哦，算袂歹，是真老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咱人其实苦逼捌语言的能力，但是咱受这苦因限制了。古月谈这些，我咱讲的啊，台湾的国语啊，做一个交流，思想的交流啊，其实感情，伫内心的世界内底，当世界语言当代表咱内心的世界，内心的情绪、内心的意义、内心的思想，因为这是一个罕见性。所以，讲咱人的思想、咱人的观念、咱人的理念，包括咱人的性格，种种拢有一个古月罕见性。真，我变了个十八岁，十八岁就透人。十八人较外国，较外国，所以人讲咱亚洲做十八，啊，查某人有伊较外国，所以咱南国人无啦，只讲咱中国人较少，即个叫限制。哦，啊，唔是咱本身，伊是天道、分道，哪里用做咧看？无论是看做南国人、北国人，哦，不行都无差别，没有差别，唔过偏偏可能就蛮有差别。啊，迄个差别是对啦，即道理从内到外都不完，咱嘛不明了，但是咱不明，哦，食鸡卵，你甲看下落，计是个两毛啊，一个两克，啊，计2000多钱啦。但是食鸡卵，咱只要有成型起了后，你有鸡肉，有鸡肉，有鸡肉，有鸡脚，有鸡肉，有鸡肝，我都不止赚咯，甚至比我食鸡卵，啊，这边那讲。当然，我做这个，这也做天地间的事嘛。那么，我们做啥来讲？迄个是道来变的事嘛，不是咱咧讲自然道来讲，啊，就不能讲规无常，不能讲规无常安尼嘛，不是嘛？确实，所以不可信。所以才讲以性灭智，性灭一是一是重要，一是比咱看袂，是讲社会，或者是讲咱即个话做。这不可以，我们讲的是马路上，哎，这是两种景象。
比谁会不太习惯他，但是其实杀人没关系，病毒懂，社会咱都是有看的，有社会的存在，无进步的咱讲有社会的存在啊啦，但是人较大迄种人有社会哦，可能年纪越来越高，年纪越来越高，他讲有社会，讲社会，人都啥不懂的，你讲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也不一定要相信你讲。但是真正讲西昆文是一般，所以较早的咧饲鸟，来火锅咧，进来用来饲鸟，也不是做老板。我进不来来饲，西昆嘛，全部来咧过来过来过，进不来。啊，所以过这个西昆，咱看会着，看袂着。但是看袂着，它确实是存在。所以西昆啊，是咱的生物，咱就是白，白歹的昆啊，是咱的生物作怪。但是最边角度、最边角度，也看不出来。真的，它会显现，但它有显现的角度出来，有时啊新鲜、新鲜的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确实的哦。所以你若听讲一滴流感症的吼，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二无好生叫放第三期啊，是真救袂起来。啊，其实感情是啥？一个癌细胞尔，只见一个小小的癌细胞而已，没有什么。但是你不知道啊，看无，但是看无，到尾也会有一个现象。啊，咱人整个形，咱人整个动作，咱人整个无论要形象、要自业、要做多，你做大块。其实咱看无，一个人啊，变成自然无法，咱做多维持形象，先发先累累。你对，内在迄个性格。你心难看的，看袂着。啊，看袂着，那你心酸啊！你有爱鸟无？看无？内在迄个爱